就在船上。是你引导我过来的，你把我张哲手机藏鞋里了，手机信号引我过来的。哎，怎么？咱们现在赶紧把黎佳给救出来，如果沙利文发现我不见了，他们会杀了他的。刘峰，这事不用咱们了，黎佳不是人质，她是沙利文的女儿。你说黎佳是沙利文的女儿？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真的。他干嘛要骗我？刘峰，黎佳和沙利文唱了双簧，目的是引你上钩，为的是你手上那块什么表？什么表？哦，是老方的那块表，上面是贩毒巨款，是国外银行的账号和密码。表呢？让我扔了。哎，那是账号和密码记在我脑子里。刘峰，这都怪我。我中了沙利文的反间计，其实我早就知道黎佳是他女儿，所以只不能告诉你。怪我，是我上了黎佳的当。老兄弟，现在不能再想这件事了，咱们得想想怎么对付沙利文。我来的时候，校副所长说，海警支队的大飞会来支援我们，可是我们现在和他们失去联系了。我有个想法。说。船长，准备往哪儿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他们花钱租的我的船。一会儿带你出去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管发生什么都别说他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刘峰，动作要快，他们马上会反扑。一个人上了我们船吗？现在还不清楚。好，沙总，有两个人把我从驾驶室里赶出来了。不好，阮林浩一定把船的位置通知海上警察了。放心，沙总，电台已经被我破坏了，怕林船长会出卖我们，先做了预防措施。干得好。不过岳峰一定知道黎佳是我的女儿了，没法假惺惺做，把驾驶室夺回来。等一下，千万不能伤害岳峰。好的。
窗户叫海警支队。电台坏了，想办法修啊！再怎么折腾你也赢不了我，胜负未定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牛。轻，脑子又灵，跟着阮连浩到现在一点前途都没有，没意思，跟着我们干吧，一起荣华富贵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应该是兄弟。我告诉你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想跟混蛋做兄弟。我已经看透你了，我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你们就是利用黎家来骗我。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敢杀他，是假绑架。看来阮凌浩对你的影响不行，不干掉他，你永远不肯和我合作。我告诉你，我发誓，你要敢动他一下，账户和密码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你敢不说，当你的命杀了他。你敢？吴志光，想干什么？放开沙总。把枪放下，段工。你敢命令我，我一枪打爆你的头。看到我手里面遥控器了吗？我在船舱底下放了炸药，
只要我手指轻声摁下去，这船还有你们，也包括沙总，统统炸上去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炸弹？放枪！再往下，班长，把枪放下。把枪给我，李坤，沙利文，叫他们挪到那边去。沙利文，快点，过去过去。咱们之间有误会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补偿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先放给我，啊。这位小兄弟，你就是岳峰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吴志光啊。你还记得老方给你的嘱托吗？咱们俩通过电话，记得吗？我想起来了。快，手表，快把手表给我吧。对不起，手表让我扔了。手表是老方给我的，你凭什么扔了啊？哎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。手表是让我扔了，但是老方在手表后面指针盘上写的账号和密码，全记在我脑子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骗你干嘛呀？你不信你问他们呀，他们把我绑架到船上就是要知道账号和密码。那快给我，我可以给你，你先让他们把我松绑。段工，给岳峰松绑，松绑，快！哎呀，快给他松绑啊！你干嘛？别动！他是我同伴，他也得松绑。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叫阮林浩，是你们边防武警的缉毒参谋啊。他有身手，不能松绑，除非你把账号跟密码写在手机里给我，我可以放你一走。但是我没有手机啊。这好办呢，段工，把你的手机给岳峰。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？是不是贩毒的钱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只要把账户跟密码写在手机里给我就行了。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，我这个人啊，好奇心强，就爱听故事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账号和密码。再说了，你万一要是个骗子怎么办呀？啊？我要是中了你的圈套，岂不是对不住老方了？咱们又没见过面。账户里确实有巨款，存在瑞士一家银行里，折合人民币足有3亿。哎，问题我回答了，账号跟密码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我可以分你3000万，就当是你帮老方帮我保管手表的酬劳，成交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把我当傻子了。账户里面有3亿，我凭什么只拿3000万啊？你写还是不写？哎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啊！我写。写好了，现在给你吗？修。岳峰，把沙利文绑起来。岳峰，绑结实点。吴志光，你把电脑、卫星电话弄得一应俱全，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。
你上船就是想弄那3亿来吧？别着急，等我办完正事儿，一件一件跟你算账啊！别着急。没想到吧，萨总，这一次在船上恐怕没退路了。段公，你他妈也得意的太早点了吧。账户和密码都是假的。炸弹被我拆了，你真的很聪明，我真的很欣赏。从现在开始，谁敢轻举妄动，我绝不手软。大家很清楚我的枪法。老公，你挖空心思把吴志光也弄到船上来，对，是吗？看来你真是想独吞老方这3亿呀、啊，沙总，你错了。吴志光真的要把他套上，他一直偷偷跟着我，我们谁都没发现。他知道你家三口上船，偷偷把炸药运上船，要把你家三口炸死。可惜啊，他运气不好，被我发现了，我抓住他，然后我告诉他，老方留下3亿，就存在外国户头，他受了诱惑，同意和我合作演一场戏。事成之后，我们就分钱。不过他运气不好，岳峰，是你害了他。我看你的运气也没那么好。段公，你别做梦了，我是不会把账户和密码告诉你。我宁可死，宁可当烈士。我有我的办法。把账户密码告诉我。我作为中国的边防武警，我不会向毒枭屈服的。我告诉你，密码和账户永远都别想知道，绝不说。不说，不说。别参谋，你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不说，下一枪就是他脑袋。不能说。我说，我说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答应我把全船的人都放了，保证不再杀人，我就说。我们现在在大海里，我怎么放人？别开玩笑了。等船开到海外，你们把我带走，把其他人都放了。这点小计谋别想瞒过我，你想拖时间是不是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我不想再看到其他人为我而死了。我说嘛，现在把船上所有人都杀了，从他开始。林家，林家，让姥姥把门开了。你又救了二位，爸爸谢谢你啊。Ah!
们能不能不再斗下去了？老天有眼，让咱们三个都活着，咱们就不能同舟共济吗？咱们好好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不就是千方百计想要我给你老方留下的那三个亿吗？你们也看到了，我的手下一个一个的背叛我，我已经厌恶打打杀杀了。有了老方这三个亿，我们一家三口，也包括你，就能到海外好好过日子。阮林浩，你我到了这么多年，也该休战了吧？我给你3000万，我让你跟你的家人好好过下半辈子。如果3000万能买回我那些战友的生命，能让我老婆重见光明。岳峰，别再说了。告诉你上瘾，我不会再上瘾的。我们是武警，你是毒贩，我命令你把枪放下。年轻人有理想有原则是好事，可是你别太固执己见了。李家是真心实意的喜欢你，你们俩是多好的一对啊，你们俩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。李家背叛你，伤了你的心，可是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。你闭嘴！我承认我是爱过的，而且深深的爱过。我从来都没想到他会欺骗我，但是今天他为了钱出卖我和你一起去犯罪，他现在已经不值得我去爱了。岳峰，阮林浩，马上就要到公海了，到了海外以后，你有的是时间想你和离家的事情。沙利文，你太一厢情愿了。我告诉你，这艘船现在不但在中国的领海内，而且它永远也到不了公海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把这艘船设定为 GPS 自动驾驶系统。船长之所以没看出来，是因为我在仪表盘上做了手脚，我把仪表盘和驾驶系统分离了。你胡说！这艘船现在设置的是返回航线，马上就要驶向陆地，马上就要到达中国的港口。上文，你输了。岳峰，你让我走绝路，我也让你活不成，我打死你！你要杀，就先把我杀了，绝不会让你伤害岳峰。你走开，走开！我真后悔听了你的话，为了一笔卖毒品得来的黑钱，去出卖岳峰，而伤害了那么多人。该死的人是我，不是岳峰。醒在午夜2:10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也许这辈子啊，我没有缘分做父亲。太多的压力与苦闷，怎样保持一颗真挚的灵魂？开枪！不管时间早无弄人，你别逼我！不管时间，你再逼我，你就是我亲生女儿，我也开枪打死你！我不是经历了风雨，我又怎么会笑着说，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没有你想象中那样满分，但回首一路的风尘，有些遗憾都成美的珍存。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笑着背负所有的责任，
的火焰，一旦被你触碰，也会激动沸腾。少林文，你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。已经被我关好了，你放心吧。你没事吧？你当我这身软参谋是白叫的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开始我可以承认了，你岳峰是我阮林浩带出来的新兵。谢谢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怎么又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啊？啊，明明是我自己聪明刻苦才进步快的。哼。岳峰啊，说实在的，你来到致电所以后进步真的不行。从你身上，我了解到，现实生活以外，网络还有这么大的力量。而且我也知道，一个军人除了战斗，还懂得生活。以后我会多抽出时间陪你嫂子的。
冉苍文，你可千万别这样啊！你这么跟我说话，我可不太适应。现在沙里文也被咱们活捉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？沙里文都被活捉了，我还有什么事求你？你一定是要求我别向组织汇报了，心脏。向组织汇报，我心脏病很厉害，不适应在底下工作。你跟我开玩笑呢？我想多点时间陪你走。哎，冉参谋，你看。最光荣的一夜。几个月后，我还在支点做服役，我的调令早已撤销，离家依旧让我牵肠挂肚。在他被判刑的当天，我鬼使神差地请了假，特地跑去看他，可我终于没有勇气跨进法院的大门。我徘徊在法院外面，直到押送他的警车远去。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到监狱去探望他，他还肯不肯出来见我。我更不知道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，是去向他告别，还是向他顶礼。岳峰，嘿，朵朵呀，怎么这打扮啊？哎呀，真不错呀，这车啊！嘿，瞧这车，一听就是好车。刚才头一眼看你啊，我都没认出来。可以啊，现在摇身一变啊，时尚人士了。我本来就很时尚，看你之前没看出来。我就是路过这边，顺便来看看顾友的。嗨，我还以为你是特意过来请我吃饭的呢。我也是来想给你打个招呼的。我现在已经接管我妈生意了，以后可能会特别忙，要在全世界飞来飞去，就不一定再有机会来这儿了。哎，你妈现在怎么样了？身体好了吗？她还是那样，
他主要是精神垮了，仍然没有走出我爸牺牲的阴影。那怎么着，你也不打算回大学读书了？不读了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我先帮我妈做生意，然后等我妈病好了，我再和她一起做生意。我已经失去爸爸了，我不想再失去我妈妈。哎呀，如果宁锁要是有在天之灵的话，他一定会很高兴，会很欣慰。叶枫，你好吗？我，好啊。哎，跟你说啊，现在我可不是新兵了。记得当时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你都是第一个来安慰我，然后讲笑话给我听。哎，我记得你当时讲的什么两只青蛙整容，然后还有什么八爪鱼。你说你那时候怎么那么无聊？哎，我还是忘不了你。但我不会强求什么的。等你吧，我相信你会喜欢我的。这次来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的。嗯，我明白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？你刚来怎么就要走啊？我明天还要到我妈公司里报到呢，我不得回去准备准备。哦。我真的喜欢你，我会等你的。这车费油吗？这车一定很费油。小子，换女朋友了，阮参谋。您懂得多好，开着个跑车来追你这穷小子，你就当真一点都不动心？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就想一心一意当兵。我伤好了，来跟大家道个别。我们都知道。把李文抓着了，我心里这块石头就落地了，也该好好陪陪你嫂子了。这几天没见你们，还怪想。走，陪我看看大家去。阮林浩向调查组承认了他隐瞒心脏病的错误，只对领导念他抓杀李恩有功，没有开除他的军籍。他要我和张泽带着他走遍了支点所的辖区，还去了我曾经和他放暗哨的地方，去了韩义军牺牲的地方，也去了宁所牺牲的地方。最后他忍不住了，当着我和张泽的面哭了，我和张泽也忍不住了，陪着他一起哭。这三个男人一起哭的场景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同上流泪。